据媒体报道，韩国天王润及金泰熙恋爱三年，近日多次传出婚讯，但他们都一一否认。金泰熙去年凭韩剧《龙八一》获得极大人气，更在去年的 SBS 演技大赏中夺得女子最优秀演技奖。而润除了忙于亚洲巡唱，更落实接拍韩剧《回来吧大叔》与李敏珍合作，两人实在是都非常忙碌。前日金泰熙在社交网站上传他于韩国树草海边散步的自拍照，金泰熙戴着帽子及口罩，并留言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正当大家猜测润是否与女友度假迎接新一年时，昨日就有韩媒公开润与女友同游树草的照片。据悉当时他们与海边附近散步，金泰熙回头望向润，甜蜜互动，大秀恩爱，而他们未免被人认出，都以帽子及口罩遮挡。不少网友都表示他们非常甜蜜，大呼羡慕。